多謝大家幫我慶祝嘅生日，今日就好特別啦。除咗蛋糕之外，仲有麵包，啊啲麵包都係大家好好悉心咁幫我整嘅。咁啊，多謝阿姐你提供工場同埋麵粉。咁就希望之後嘅生日都可以同你哋一齊過啦。如果你得閒嘅話，同埋希望長榮.com。多啲人上嚟睇下，多啲留言，同埋支持我朋友，更加支持我。希望我第時拍嘅劇啲角色更加好，你哋更加中意。多謝你哋支持，拜拜。